唐前庭的身上。比赛开始，唐建廷从入水之后，他的起跳是非常有力，为自己建立了明显的领先优势，而且前五十啊，唐建廷的冲刺能力很强。唐建廷昨晚的前五十米蛙泳的分段是游的29秒74，我们看看今天晚上他的前程游多少。29秒64，哦，比昨天的前程还要快。看看后十，唐建廷要不要全力的去冲？唐建廷目前冲刺的势头非常猛，持续在拉开和其他运动员的差距。唐建廷目前是领先世界纪录和亚洲纪录线。哇，第一个打破1分4秒的选手吧？唐建廷还在领先世界纪录，最后的道别，加油！哇、哦、新的亚洲纪录，再次刷新了自己昨天创造的1分04秒68的亚洲纪录。哇，连续两枪唐建廷冲得非常棒，不断的在向李丽君的这个世界纪录靠拢。其实最后两三米的时候还是有机会去打破世界纪录，差了一点点。这个成绩也是表现得非常不错，非常棒。